接下来又要看表演，另外一种表演的。接下来表演比较动感，动感也比较普罗大众一点。是，欢迎街舞的小绿人。我扮Gangnam Style， 我扮Gangnam Style，Gangnam Style。我扮Gangnam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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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Style。帅帅帅帅帅！自我介绍一下。大家好，我是小绿人，然后现在是从事街头艺人。哦，你是一个团的吗？我有一个团体。你们团叫什么？ Street Party。哦，街头派对，对，就是舞七彩六色。哦，你主要的舞风是 locking 吗？还是？对， locking， 然后有练一点 popping。哦， locking， 因为 locking 这个好像是街舞的特别，因为你的服装看起来就很 locking， 对，很 locking， 绅士这样，绅士，是是是。因为 locking 是你看他表演就会带来欢乐的那种，嗯，你本身幽默嘛，就是个性是属于这种，看情况，因为我。这个是真的，我没看到舞蹈表演哦，他们要带给大家欢笑，尤其跳 locking 之后，那现场的氛围，他们表情要，对对对对，哎，你很会跳 locking， 我不会跳 locking， 只会表情。可是你对舞蹈研究啊，他这算基本功是很厉害的，他超强啊，就是而且他反差太大了，因为他一走出来就大家好大家好，然后开始跳，很厉害。如果他不是穿小绿人这个服饰的话。他随便穿那种，就是那种比较轻松的，突然间来一下的话，大家会吓到。真的，因为他反差很大，太强了。这个不是。你有遇过什么怪的粉丝？有，就是一般我们做完表演的时候，会有人打赏。对。然后那个粉丝是进来，她很漂亮，一个女生，很漂亮。然后哪一种型？那天是菜，不是长头发，长发，对，长头发。然后那天是已经是晚上的场，就是大概七八点，然后可能她要去夜店嘛，我猜。他穿得很，因为你下来的时候看过他的，没有没有，什么？穿的比较，一下就看，穿的比较就是像要去夜店的感觉啦。对，然后他投完打赏的时候，他就做一些很什么，很骚手，很骚的那种动作。你可以示范一下你刚做的那个动作。他是就，哥在，真假的？就是他就这样。啊，他可以假装一下，对，就直接，不是。
他可以他演那个粉丝，演那粉丝看看是谁。对，很突然的，可是那个会让我有点害怕。你刚刚看到吓到吧？对，是吓到。那就是那个角色，就是会让我他的举动，对他的举动太突然了，太突然，害你再也表演不下去了，会心里会悸动。没有，就是他，我不会，因为有点，我觉得有点怪怪的感觉，因为他是投完之后做完那件事情之后，然后一直这样。哇，有点像搭讪的这种。想认识你的感觉。对，所以我感觉到不对，我就去买东西，然后我回来之后就说，哎，刚刚那个女生还问你的联络资讯。哇，你的 partner 跟你讲的。对，应该就是很欣赏你啊，你为什么要拒绝呢？就不是他的菜啊，我刚问过了。是，我有一种害怕的感觉。哦，就是你不想要。我觉得不是让大家觉得你是那么简单的。没有，他不是一般人。哦，你觉得你 handle 不了他？对，我觉得 handle 不了，无法掌控他。刚我觉得很直接的那个现场的那种暴动声。对。这个还要投票吗？还是要投一下。立马归嘛。立马归。叫归叫，掏不掏钱算。有些人啊。走吧，拜拜。经过看到他的表演，你会愿意打赏给他的情趣全不会情趣差？都要举哦！恭喜！满分！满分！问一下，丽亚，你说，你给他的原因是什么？我在我小学六年级的时候我就看过他了，是六年前。你现在多大？认真，大一，升大一，所以六年前。然后是就是我会知道，就是那时候知道他们是因为 Street Party， 就是我以前是童子军的，然后那时候十周年团庆，然后请他们来，就因为我们团里面有人认识他们里面的团员，然后就请他们来表演，然后那时候就是其实就。一直有在关注他，然后我现在也偶尔会去新义看他。哦，粉大粉是那个吧？对，是吧？就是你那个，不是我，是我。你是童子军的时候就喜欢他？就是我那时候认识他，因为我自己本身是喜欢跳舞的。哦，有 follow， 我知道，所以会欣赏。你知道他？常出现，很常出现。然后那个他跟那个刚刚那个软骨功的他们。也就是现在也偶尔会一起在街头，然后我以前有看过他们两个一起，对。哦，哎，他是真的有在 follow 跳舞的，六年，你有跳那么久？真爱，我今年是真爱，今年第十年。他爱了你六年，默默就是这样子，对啊，这难得哎。可以吗？可以铁粉 OK 吗？可以吗？可爱，很可爱啊，你喜欢可爱？应该没有男朋友吧？现在没有。现在有女朋友？我男朋友。我没有女朋友，没有女朋友。有想过这件事情？没有想过这件事情。就弄，然后突然就抬头。好，恭喜。哦，已经满分出现了。